宝贝，早点睡，喝热水。到后来变成开会，再忙无所谓。最后到一退再退，岌岌可危。前人说再见，拒绝整日买醉。姑娘们，你们知道你们最迷人的动作是什么吗？咬嘴唇。你们会吗？会。那咬一个吧。不对，是下嘴唇。师傅，我坚持不住了。我心里只有个梦，想去嵩山少林学武功，听电影里帅气的超人，全家仗义全走壁。等不到双子座，流星雨洒满天际，先体验就只限说，他是谁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你们两个，天哪！你们，你们俩一定要这么 gay 吗？我是呆妹，就是吃鸡的那个，就是变声器的那个，